我后面这个饭店叫红厨巷，很多资深老饕都推荐我到外面吃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你好，有个孙先生订的。那你怎么啊？孙先生订的，不能坐。嗯。三个人是吗？对，四个吧。现在没有位置，就是这个。五点半就没位置了。是什么特色菜？淮扬菜、翠桂鱼。鲍鱼烧鸡、羊肉鳕鱼。老板是厨师还是什么？菜听他们讲说做的特别好吃。对，是厨师出身。啊，开了多久了这个店？我们之前这边开了15年，十五年进来已经2年了。原来假的呀？原来在汉中门。汉中门。期望值特别高，所以来挑刺的。管理水平不像个小店，你看这个厕所还用了冰块。店面干净整齐，服务员素养也非常高。我前后转转，还有服务员说：“您绕什么绕？”食材新鲜，分量也足，口味也好，价格适中。但是我还是来挑点毛病啊，猪肚有点微苦，然后这个鱼子鱼泡处理的有点厚重。桌上两个回民一致品鉴，觉得这个鱼肚可以发得更好。总体瑕不掩瑜，是一家好店。